法比赛优胜者130幅作品，重庆青年优胜者作品，以及向重庆书画界名家邀稿共计60幅精彩画作，和中华民族团结协会盟友、退休军工教警消等社团邀集187幅精彩画作，共计377幅作品，都陈列在我们这栋大楼的一楼国际展厅，以及地下一楼的大汉艺廊，及地下二楼的大观，以及真善美艺廊。那么稍后颁奖典礼结束后呢，请各位贵宾以及得奖者移步到地下一楼、二楼参观，谢谢。